有了自己的安利卡，想要在安利云购上购买产品，我们该如何登录呢？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“安利云服务”、“安利数码港 APP” 以及“安利一联网”登录云购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联网首次登录时需要修改密码才能够进行其他操作。接下来，我们就通过云服务先来登录看看。首先是通过云服务选择安利云购，进入云购首页。点击首页顶部右上角的导航按钮，点击登录按钮，进入登录界面。正确输入安利卡号、登录密码以及验证码，填写完成后，点击登录按钮即可。我们也可以在没有登录的情况下先选购产品，找到您心仪的产品，加入购物车。这时，系统会提示已经成功加入购物车，点击前往购物车按钮，在购物车界面进行登录即可。我们还可以通过点击首页底部的“我的”按钮。进入登录界面，正确输入相应的信息，完成登录操作。感谢观看。